冒这种险，你就不怕？害怕的，我也怕疼，可是我更害怕东西，这都乱着扔。还有，我担心没有机会再说。多谢姐姐。王翁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工人犯禁，切奉旨责罚。真是奉旨？是。真是责罚？是。王翁，这是工人之事，必由妾来负责，还请您。你跟谁梗子脖子说话呢？妾是殿下的女使，就是不到应该。就是本宫让他打的。殿下。可我更害怕，夜不当黄昏。